天巡回演唱会将在月底登场，合计十场，共23万张门票，但10月29日开卖，5分钟就售罄，民众上网抢票，结账后才发现票价居然贵了6倍，原来是误入二手交易平台。陈小姐当时在网页上输入5月天门票之后，发现网站资讯完整，锁定2张官网原价共5760元的门票，刷卡后才惊见结账金额竟然高达38764元，等于1张票要19000多，是原价的6.7倍，也无法退票。会从限定的官网上买，或是他们官方指定的通路去买吧。那种比较耸动的标题可能会觉得说，这到底是不是假的，就是说你真的有这么多票吗？我会提早大概半个小时把所有东西都开好，然后一直刷页面，然后我会准备电脑、笔电、平板、手机，就每一个都开，然后大概我会设闹钟，大概3分钟前就想，然后会一直刷我的页面。仔细看看官网和二手票交易网站，网站无法选票区，只能购买网站上显示的票，而且还限时10分钟要付费。真正官网系统尽管可以选座位，但也显示已经无票可卖。认证的通路才会去买，其他就算说有票也不会去买。虽然演唱会这类活动没有列入涉违法的黄牛票范围，但可根据消保法要求退货或退票，保障自身消费权益。三立林佳荣、李婷报道。